作品呢，是我们苏州园林的一个特写，是拙政园的一个缩小版、精华版。你看，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，包括它也寿山石用玉雕出来的，特美的。这是一个精华版。作品呢，我们以和田玉为主，碧玉啦、河姆玉、寿山石各种玉种几乎都涵盖。苏州玉雕呢，在全国来说，我们是以小而精为主，适合于人的把玩、佩戴、收藏这样一类。